要这局能翻盘，我给出去给大家发500块钱红包，出来加我好友。OK 呀、啊、，OK 呀、啊，这把游戏直接给我打红分了。前面我麦克风的声音没录到，我的只能后期配音了。这是一把80多星的匹配赛，你可能会问了，匹配赛有必要发那么多钱吗？你往下看了知道了。2分钟不到，我这边呢出现了各种逆天操作，确实是因为菜哦。比如队友就不应该出现在下路，因为发育路的海诺能压着所有射手打，来帮就是多余。为了素材效果，我当时带了10贪婪，这样回血看的会比较爽。你看那盘古过来啊，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少回点血，再撑点线，还不如不。然后就到了本片的导火索啊！我为了证明海诺的对线强度，所以就一直顶在前面，被抓了还有大招能跑。哎，谁知道我的一技能被吞了，害了我是直接蒸发了。然后对面就来了一句：喜欢装，喜欢压塔。我肯定是不服啊，毕竟刚刚是技能被吞了嘛。然后我又被抓死了一次，哈！0-10的大逆风开局，不开玩笑的说，这把已经稳了，因为越逆风，海诺的强度就越高。你看这波团战啊，全队经济落后4000多，海诺一发一技能直接把马超打残了，都是哪里亮了点哪里，最后打了个1换3呢。来，举一反三哦，请问这波团战谁来背锅？啊，答案是花木兰呢，因为他往兵线上扔了个2技能，中期被我侥幸拿了一波3杀，这个蓝坐不住了，开始一直搞我了，我打不动他，他也打不动我，他还出了个永夜守护，我好不容易拿下了他一次，结果马上就要被一波了，该干的事情我都干了，扔完最后一毛我就收工了，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刻，全靠盘古大哥这把名刀，硬生生把对面打团灭了。加美了，不对。没不了啊，放心。灵感太浓了，开没开个这狗叫，开真快。麦克风，我开麦克风啊！这把赢了，直接全队啊300块钱了。这一把翻盘，直接全队300块钱。我不说那么多。我靠，这么有实力！不至于吧？哇，没拿六蓝的呀！这个蓝给我啊，这个蓝500块钱加钱，快点！500块，这把赢了直接500块，但是不能开全部卖啊，不能说什么什么什么，你们投钱了我给你多少钱啊，不能这样、啊，真正的打赢了直接500块啊！你等会儿回来，不是回来，打赢了500块啊！回来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啊！先清线，别上，别上，听我的听，我听你的盘古大哥，我先守家了，家没了，我就打不了了，上路也有限，我先清了。说了别上了，你上什么啊你？我天都拿不到了，哇，好痛苦呀！没完没完的，我靠，没有秒换啊！拿这把，别给我打个码，我1-11了，我靠！带我好友吧，我给你们发个100块钱，意思一下。哎，不用，意思啥呀？谁打游戏还整这一出？哇，这个皮肤手感好好啊，我靠，当时我也在夸海斗的520皮肤的，没录进去啊，这浅浅的补夸一下吧。